大家好，老于带你逛圣经。今天来到了沈阳小商品大世界，这面呢也是沈阳最大的一个批发小商品的一个商场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咱们到里边看一下。这个负一层就是食品层，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，咱们呢看一下这个干果啊，还有糖果的价格怎么样？现在开始有很多顾客在选购年货。这样是65，这个得什么？快一五，真的20。这35，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45，这是40的老顽童。25、20，这是25，这是20。这20，这什么果？巴旦木。这玩意儿这多少钱呢？杏仁。20。这松子儿那边没有那边那个香，香个儿够大啊！你要来香一下，来那个也行。妈的，25一斤。这边是卖糖的，10块钱一斤的。不老林14一斤。卖进口啤酒的，他家这个啤酒样够多的，这真多，这么多种。这也是吃里边羊吗？夏威夷果35一斤。这开心果多少钱呢？都啊？开心果。48的，这是老顽童。还有前面特价的30的，10块钱一斤面包，挺便宜的。那这几斤？你上乌鸦粉买10块合适。这一包是3.5块，毛毛虫带馅那种的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现在网红产品奶枣。8块钱一盒，这个是2.6块一个，卖7.9。那富老林都是7.9一袋，沈阳特产。这个是7.5小袋的富老林，比外边超市能便宜点。这最早5块多一袋，知道吧？这茉莉花可有年头了，这个猴王牌的。这最早5块钱。这个我小时候都有。有一席卖4块。渔夫记的舒心糖，49.6块一桶。这个是45.2。稻香村的点心16.9。这个市场的价格呢，总体上要比外边的超市要便宜那么一点点。干果价格呢，今年普遍有点偏高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咱们下次再见。